这不是仿冒品，这是瑕疵品，这个叫做原单外流货啊。不过看这个小瑕疵啊，倒也是看不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前面那间店啊，一件卖几万块耶。就在那只要199吗？对，这好不好？跳楼大拍卖，要买要快，全部特价199，慢慢跳喽。老婆，你看，撇开了，我们数字已经破200万了。哎呀！衣服交给我爸爸处理，你先帮处理一次。我 ，OK， 再给我一分钟啊。说的那个，这是你。哎呀，从现在开始，别再说今天我们要欢迎本年度变身改造最成功的美少女谢福安小姐。小幸福藏在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。当然我们还要欢迎谢福九先生。世界没人看懂的电影。哎呀，我的小男生漂亮啊，一点都不输给春香。好。还有安东尼。不是我说啊，哎，爸爸，只有我们家养啊，看看胡曼小姐这一下子啊，就从麻雀变孔雀，麻雀变孔雀，不，是这个，孔雀变凤凰，对了对了，孔雀变凤凰，对了啊，孔雀变凤凰，哎，你们三个做得好，哦，谢谢爹，谢谢爸爸。大鹏哥哥，你看姐今天漂不漂亮？哎，哎呦，我
说严大风少爷啊，家里今天有贵客，你一整天跑到哪里去了啊？我们带福安娜逛了一整天的街，买了一整天的东西。你这么没礼貌啊！不怪你了，是我们没把你教好。就是说吧，不要以为啊，人是他找到的就很了不起。最重要的是要看有没有心意，是吧？对，还有诚意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爸，这凤凤讲得太好了，还有诚意呀、啊。皮蛋，我今天帮你找了一家全台北最好的私立贵族学校，你明天就可以上学了。真的、啊？哎呀，你看，我都忘记皮蛋要上学的事情哎。皮蛋，赶快谢谢大风哥哥。谢谢大风哥哥，谢谢你。来，这是你的制服。皮蛋，赶快啊，去换制服给大家看。快去。这味道就对了嘛，这面一定会很受欢迎。只要你店里面的生意好转，欠的钱很快就可以还清了。这都要感谢杰哥给我机会，不但没有查封我的店面，还好心的教我做料理，一点都不像放高利贷的。注意讲话用词小心一点，什么放高利贷，我们是财务整合公司，我会不耐烦的、啊。是是。这个月利息呢？有有有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杰哥，数目都正确。杰哥。我们收账干嘛搞这么麻烦啊？我是觉得啊，有人贬人，有店翻店，我就不相信谁受得了，一定乖乖都把钱吐出来。你把债务人逼死了，一毛钱要不到，还不如帮他们，让他们赚钱还债。现在换我当债务，由少我规矩办事。以后多看点书。学这种脑子做事，别一天到晚这种拳头。功夫要是有脑子，就不会进这一行了。你去考大学了，我。那你就是考大学，没考上就不要回来了。干嘛？我是杰哥，我开玩笑的嘛。哎，你那时候听好啊，去给我弄个什么读书会之类的啊，以后每天交一篇心得报告给我，听到没有？啊？不知道福安在严家过得好不好？那个严大风有没有欺负他？派个人去严家，看看谢福安跟他弟弟的情况，然后跟我汇报。你又不是没有他电话，直接打给他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年头，男生女生不流行。